每周一三五看笔电 YouTube。嘿，大家好，我是干笔电。今天我们来到 Roblox 的牺牲圣属，这是一个要跟11位玩家一起竞争的游戏。今天我和鸵鸟来到这里，要跟其他10位玩家一起竞争，我们就先合作好不好？哦，好好好，合作合作合作。你脑袋宕机5秒，你是让我不敢相信你，知道吗？你应该要是毫不犹豫的说，当然呢、啊。你想了5秒钟，我就觉得是有诈。这个光影都看起来很有诈的感觉。OK， 你看，我们在上面了，两个 IQ 180人在这个荧幕上面。哦。我们被穿上过去了。我跟鸵鸟都是第一次玩这游戏，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。都经历过鱿鱼游戏了，应该这个不算什么了吧？所以今天这部片，我们就会考验我们的技巧到底如何打败其他所有玩家。你看这个人感觉蛮高手的，黑跟头都是高手。Nope， 不想离我们这么近，跑走了。好，皇室挑战将在26秒钟开始。看起来我们都被分配到不一样的房间了，而且我现在被关起来了。哦，这个门可以开门，可以开门，这还蛮自由的。兄弟在哪里？在黄色房间。我在青蓝色房间。哟，好，要开始了，尖球海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当你毁了 N 周围，你会离开 AT 铁路 or of 红色尖刺，无法触碰。Don't stop running and don't run into any other spike ball that players leave behind。最后的 concept 就我完全不知道在讲什么。Roblox 版本翻译比 Google 翻译还要更烂。哦，完了，我不知道规则是什么。哎，这样。这像是什么点 IO 游戏啦，你不能碰到别人后面的轨迹之类的。哇，好像刚不小心碰到了，而且我不能碰到海草之类的，好像是这样子。OK， 我先维持低调好了。我看到你在旁边绕，我会继承你的意志的。所以你看后面就是这些海胆之类的东西，别人碰到我的海胆然后就会挂掉。我来封锁，我套住他。可恶，没封锁到完成。是不是只这样？稳了吗？好像是No， 我好像最后不小心碰到了。炮手还活着，我还在里面。没有，它上面写20秒后要献祭仪式，看起来是赢家可以选择谁要被献祭之类的。我们要不要拍他马屁，说他很帅之类的？哪个是 L 开头那个人？我要献祭了，还是不要出现他面前就不会被献祭？刚刚可能经过他，他就有记忆点。没给到女生 ，No， 完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他选择了一个人 ，Oh my god。啊！为什么 ？No！ 为什么 ？I remember you。他说记得你耶，他记得我干嘛？你一定要赢，你一定要加油。我选择观战你，只有我一个人选择观战你，知道怎么玩了、啊？所以前面有一个拿刀的人，他要解释规则吗？有啊，他是 N 叮当。T 继承者切割 BOW， 那你在讲什么？你看你要去按那个白色的东西，快快快去按，然后跳过去，跳过去，后面有那个东西，跳，有，我跳了，你要比他快按完，你可以，加油加油，快快，后面也有，后面你要快一点，我很强，你是鸵鸟先生，你穿了 IQ 180的衣服，而且你订阅了有感笔电，跟帮着我们按下个喜欢，我可以的。Oh my god！ 现在还有两个雷射，你可以，可是通过跑酷训练的。你的老师是谁？我的老师是谁？不是我，对啊，是他被牺牲还是？你的老师是我，是我，你活下来了，Let's go！ 我就知道你会赢的啦，没错。这培根头女生，我们家第一的目标就是要淘汰掉她，居然让你善这个牺牲善斗，我们不会忘记的。但是我们要先假装一切都很好哦。下一回合是什么太空？应该就是看上面什么颜色，我们就去配对到什么颜色。然后如果按错的话，还会有3秒钟的处罚。第一个完成到中间的，就可以成为选择淘汰谁的。OK， 所以我们看起来颜色用正确的话，就可以造桥到中间去。Let's go。是，为什么按4没反应？他们怎么造的？为什么不能造桥？我搬到了，但我好像不是第一个。我好像第一个哦，我是第一个 ，Let's go！ 我现在头上出现一个皇冠。你好强 ，GG！ 有人说 Choose me。若是我一般玩这种游戏，我都是要先选择两个强的人，然后让他们互相残杀，然后这样可以少两个高手。我有选他跟培根头女孩吗？我看一下哦。所以现在我可以选择牺牲掉谁？说 Choose me 的那一个吗？对啊，他就在讲的是 Choose me。Nope。我们还没有选呢，是不是我太慢没有按了？我漏掉，我没按，他也不告诉我要按，完了，选两个无辜的人。Oh my god！ OK， 我观战那个戴帽子的，你观战那个阿拉伯女生好了。好看起来他们是要在很滑的地方，然后走到终点。目前是这个戴绿色帽子的男生领先，然后阿拉伯女生落后中。他的名字叫，看起来绿色帽子要赢了。Let's go！ 淘汰掉一个叫，的人了。Team，Who wanna team？
密，这样就会有人开始打起来了。欸、可是我们两个穿一样的衣服，感觉这样所有人会针对我们。我们俩好像不该穿同样的衣服哎、欸。而且这次我不用挑战了，因为我上回合是第一名，这回合看起来是个跑酷游戏。完了完了，你要跑过到对面，快快快，你可以，你可以，可以跳到那个木头方块上面，我猜是这样子。加油。好，你按照你自己的节奏好了，稳稳的也许也是一个策略。哇，培根那女生好猛哦，太快了吧！啊，刚刚真的应该要选择她才对。完了，我觉得我们要死，我不应该说要合作的。Random if I won't， 他第一个要选择的人是，为什么要是你？不要配都不要选择我，我这么狠吧？啊！为什么要逼我们朋友要互相对决？这太残忍了吧！有没有什么方式我们可以一起都活下来的？为什么他要选择观战我？我看他这看起来超菜。No， 最好是 random 啊，鬼才信。他居然还说 random。如果你到终点之前的话，先等我一下，我大概知道怎么做。哎 ，the beginning of the whole road， there are answers。哦、你现在去那一开始那边，这里有一个按一下查看正确的路，你现在按。哦、我看到了，所以右二，喂，我记不起来，超长，我完全记不起来。我把它录影下来的，是作弊时间 ，Let's go。哦，这太邪恶了，居然要我们两个要互相 PK， 你可以跟着我没关系，我们不会因为这个挑战互相残杀的。你现在在做效果还是？我是说真的不会了，好像有很多不好回应涌现出来了。只能只有十秒钟了，完了，但这边最后应该就直走了吧 ？OK， 那我就走喽，我们同时一起走好了。算了，一时间来不及了，我们好像都要被淘汰掉了。是你被淘汰掉了，为什么？应该是你走比较前面的关系，我会帮你报个仇的。对，现在只剩下我们最后五个人了，加油加油！抢走培根岛女生的，哎、欸，他是不是开他开挂吧？他开挂啦！培根岛女生开挂，你看他直接穿墙过去了，难怪。我想说他怎么这么强，没想到他开挂 ，bro 还直接飞起来了。因为我刚刚在跑酷那一关就觉得他怎么那么猛，我刚刚眼角余光他好像直接飞起来，但我不确定，现在我就真的确定了。Oh my god， 我们要 PK 个外挂，现在模式是红绿灯游戏。你帮我配音，好，让我有比较大的沉浸感。黄灯还可以走吗？黄灯应该也可以走，只是想要保险一点，所以大家都不走的感觉。OK， 那我玩大胆一点好了，我这个人是喜欢玩大胆一点，反正大不了就是被淘汰。哦 ，OK， 我目前第二名，外挂在这边就没有办法做什么用了吗？哦。哦，第一名被淘汰掉了，我目前第一名。啊滴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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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欢迎啊！完了 ，All right, OK, whatever， 我不动，我在原地跳舞。他们都被淘汰掉了 ，What？ 我刚才放弃了。哎、欸，这其实有点难，因为你不知道黄灯的时间，可能黄灯就要停了。哎、欸，好像就要随机选了，因为三秒钟没有人到终点，他们被淘汰掉了。我好像被选择了耶 ，Let's go！这是命运好吗？我要获胜，一切都是命运。Who wanna die？ 我就把你跟外挂排在一起。我想选择这个蓝帽男跟这个外挂，因为蓝帽男很强。Let's go， 我选了。这一次我有够快的选择，我来观战外挂好了。好，你看外挂直接飞起来了，他变黑人了，他飞到不到地图外面的地方嘞。Now I eat， 他直接用外挂飞到地图外面外太空，然后现在要吃点心。蓝帽男被淘汰掉了，蓝帽男好可怜。这回合我没有办法跟他们竞争，因为上场我是赢家。看起来这游戏是如果没有拿到那个玻璃瓶的，就会被毒气毒死，像是大风吹的概念。然后等一下就只会有一个玻璃瓶。看来培根岛女生要拿到了，她等一下要选择我要上战场了。Oh my god， yes， 我打 yes 好了。她可不可以不要选我？她的随机每次一定会选到她想要选到的人，等一下是一定会选到我了。我就知道这臭外挂，现在是什么荷叶救生圈，救三只青蛙把它带到板子上面，然后它河水会变成血，变成血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在河中。 OK，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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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可以哦。Bro， 他变得好快哦，我也先提醒你一下。 Oh my god， 他拿到第一个青蛙了，最先拿住三个青蛙就可以获胜。 OK， 那我把握住下一个机会。 OK， 下一个在哪里？找到了。哦，不小心碰到了，完了！哎、欸，你看他慢慢来，好可恶！他玩过啊，我没有玩过这游戏，你可以玩有趣一点吗？哦，我有个推别人的工具，我觉得是时候该用了。哦、推他，哦，有位，哦，完了，还是放进去了。现在每一回合都要赢，我才能够获胜。可以，我拿到了，我就慢慢来。哈哈 ，OK， 我还两个青蛙都要完成。可以，可以，有机会。哎、欸，他也不敢过去。
Yes sir, let's go。刚刚现在目前平手了，可以哦，可以哦。我这个人有学习曲线的，我现在学会怎么玩了，我就可以赢你。Let's go, good game。没想到我可以成功逆转。哇，他推我哦，他好贱哦，结果我还是赢了。Let's go, no, GG。我不会呛他，各位，这是良好的示范。我不止赢了比赛，还赢了运动家精神。还是逆转胜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我订阅有感笔电，跟帮这边按下一个喜欢，保护你的球哦。这不是每个男生都要保护的吗？好像平台会变小，然后我要让球不掉下去之类的。那外挂怎么已经挂了？因为他根本不需要赢，反正Let's go！ 你说的对，那个外挂好像也不需要赢，外挂他可以在最后就直接打败我们了、啊。看他会不会指出他的外挂了？哦，他这次好像没有用哦。Nope。哦，是飞了，直接飞了，不装了，直接游泳飞过去，哇，不意外的结果。现在一切的命运就集中在这一刻了，我到底有没有能够杀死这个开外挂的人？加油，我相信你可以的。可以让我赢吗 ？Guys, who you wanna win, me or him？ 我不知道最后会怎么样来选择，是。哦，看起来还是要 PK 哦，完成三个跑酷，不然跑酷他直接飞过去就好了。Easy, I'm a hacker. Oh my god. OK， 这是个跑酷游啊，不，他直接走过去岩浆，他在等你。他不动了，他在哪里啊？他已经跑到快终点了，他都可以直接走过去岩浆，我还让人慢慢的跳。OK， 这个人真是有个不要脸的，我也不太意外啊，外挂狗。OK， 各位，那我跟差不多今天这一节影片啦，这就是牺牲圣所。喜欢这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按个喜欢吧，我可以考虑订阅我的频道。那每周一、三、五看别人 YouTube， 我是干皮店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，拜拜。